上班。嗨，欢迎战士李家三小姐。对，我变成三小姐，我比较想要当二小姐的，说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们多了一位大姐，所以我就变三姐，我就要叫姐姐叫二姐。午安泡芙大叔，午安妞妞，妞妞，妞妞最近也在上课吗？还是在做什么？嗨思源 ，Hello Google， 黄秘书，对，黄秘书的部分，黄秘书真的变成我大姐了，黄秘书啊，嗨毛良，嗨 Google。怎么会有很认真就能提早下班的时候就哦对耶，是不是能者多劳，对吧？刚睡醒，我也是耶。我姐姐播完才醒来的，我今天的卧蚕太亮了。哦，这样嘞，好一点。能者多劳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讲嘛，能者多劳。沙西布里，切黄本人表示他只有认干爹干妈，没有认干妹，是这样子哦。可是没办法啊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阿贵在做什么？阿贵在做什么？阿贵不是最近都很认真在工作吗？嗨，小雨，嗨，桃瓦哥，这礼拜六会来的，举手，举个手手，举手手。嗨，桃瓦哥，嗨，变成新鲜柠檬。嗨 ，Adi， 为什么觉得 Adi 好久不见的感觉？虽然上次好像有来，但是只有来一下下。哎，这次感觉很多我不认识的都会来。回去 ，mini 空在侧边小小溪，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哎，还有 Lingo， 哎 ，Lingo 吗？这是真的 Lingo， 好像是。是 Lingo 哎，还有 Lingo， 你现在在睡觉吗？嗯，在睡觉就不会跟我看我直播了。现在是晚上吗？晚上时差很多哎，现在是晚上，会很辛苦吗？Lingo 还好吗？跟你讲左边右边也不知道，上次的对面呢，就是我这边。现在半夜怎么不睡觉？明天不是还要上班之类的，还是明天休假？有吗？有礼拜六日有休吗？还是美国不一样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姑姑在卡池，虽然姑姑在美国，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很清楚，就是姑姑什么时候上班？哦，不对啊，因为姑姑是老师，所以上班的时间一定跟大家不一样。举你跟小迪的闪闪，好啊，记得举我的荧光棒。这次第一排好像很靠近柱子，哎。嗯，不是用在侧边吗？还是是侧边很靠近柱子？嗨，婷婷，位置换到前面中间了，嗨森。其实是切尔推的人好像都很常站中间哈，不是小迪而已啦。嗨，卡比受重情，嗨阿哲，那天会穿米娜森，哎，为什么我呢？嗨，西奥库玛。西奥库玛应该也在那个吧，上班吧，也是上班偷看我，对不对？我的二来只是在潜水，不要潜水啊！人会去，心灵没去，为什么？话中有话，没有啊，喊错了。今天请假为什么？可以吗？
礼拜六穿我的 T 恤，好啊，谢谢米优。感觉就很可爱，大家可以穿我的 T 恤，那个我的圣诞 T 来。我是怎么样能穿两件？你就先就套两件，然后看到 Mina 的时候就套 Mina T， 看到我的时候就穿我的 T 恤这样。嗨，季风亮。跳通知了就来看涵涵，明天上班再睡就好。啊，那我们要把握时间呢。令狗等一下要赶快休息了。啊，所以他们是都讲英文吗？感觉很难呢，很难呢。因为我就算去美国的话，也是讲中文，因为姑姑会讲中文，就交给姑姑，姑姑会讲英文跟中文，对。谢谢欢迎战士的权力声援，我还是烫一下刘海好了。我刚突然想到，好像少了什么，原来我没有放音乐，难怪有一点安静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暑伏已经结束了嘛，然后。我舒服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然后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只剩两个礼拜的暑假。然后我同学就问我说：“你有写作业吗？”然后我就说什么作业，他就说暑假作业，我就说哦，还有暑假作业，完蛋了。哎嗨，我完蛋了。是真的完蛋了耶，我完全，而且我完全忘记有暑假作业了，真的是，希望我有好同学。嗯，居居，叫姐姐帮你写姐姐吗？怎么可能？虽然姐姐好像放假放到15还是16号，因为大学嘛。涵涵的日常，再过不久就要开学的啊！第一次看 Daisy， 位置就超好，有够感动。谢谢 Akira 的带我去流浪，谢谢。如果涵涵英文好的话，就不用说了，也是有点大声。其实主管看我不太舒服就放我先吧。那你现在还好吗？这怎么样？头晕吗？我们有特别的活动，一定要穿 Mina 的。有什么活动？也不是 Mina 生日之类的。I don't know。两点直播跟不太到难过，所以人不舒服请假。好吧，那早日康复。虽然我到现在还没康复，可是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战胜病魔。涵涵，拜拜，上班去。好的，阿 K 啊，九月上班的大家都加油。就现在很想睡觉，还是你睡一下，等一下再起来。你要九月十？哦，对，就是九月十。谢谢何恩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我记得我以前是除了日本的地方都没有很有兴趣，应该讲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都没有很有兴趣去，就是我以前就是最喜欢去日本，其实也有去过什么马来西亚，然后韩国，然后去美国吧，还有哪里吗？忘记了，就是。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其实都没有很有兴趣，可是那时候我们就去日本，然后玩了，不是日本，美国啦，去美国然后玩了14天吧，还是12天，应该是14天。然后结果后来就是玩到不想回去，
虽然没有去迪士尼，因为好像从休斯顿如果要开车去迪士尼的话要两天吧，印象中姑姑说还是24个小时，忘记，反正就很久，所以就去不了。但是我们有去很多 outlet 跟 outlet 还有 outlet 还有就是卖场啊，我觉得很喜欢，蛮喜欢去。想睡觉的原因可能是生理起来的原因，也有点腰酸，还是你先去休息好了。等我，你可以剩最后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再来，半个小时来。嗨，司徒静宁，嗨，七二七七二，嗨，余伟师。想去荷兰，荷兰是柏林是荷兰，好像是。想去荷兰吗？谢谢欢迎战士的什么的礼物。只要上面写了字，老师就不理，不一定哦。老师搞不好会认真的把它改完。咪咪空把作业丢在位置上，表演完 ，staff 会收起来完成的作业，可以吗？我们米粉要一起拍照，小眼，哎，罐罐也一起拍照好不好？不然爸爸都借此理由说要穿咪咪去。快点，罐罐也一起穿韩寒的圣诞衣一起拍照好不好？然后再给我看，我就会很开心。还是忘了换头贴，真的很会。你现在可以去换了，我现在准许你离开直播间。罐罐们就不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罐罐们会不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罐罐们会不熟？我们去熟一下。什么叫做你跟罐罐们不熟？边缘跟别人不熟。何恩是不是跟扎卡罐罐比较熟？嗯，快啦，认识一下，罐罐们认识一下。很久没报消息了，对啊，消息在远方凝视着我。谢谢妞妞的花枝精粹，谢谢欢迎战士的为你转身。Hello 抱抱，去了 Outlet 还有 Outlet 以及 Outlet， 对，都是 Outlet。可是美国的 Outlet 还是就不知道要买什么，就是买那个 Nike， 就艾迪达之类的运动品牌，因为就很便宜。然后我就不记得买了什么，还买一堆项链。所以那时候想说要送人，对，突然就是长大之后才觉得收到那个好像不会很开心。就是美国有卖很多对链，就是它有一种，我记得蛮印象深刻，有一个就是拼图，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写 best friend B B F F 啊 S B B F。哦 ，BFF， 然后好像2块，不知道我忘记是怎么分配那个 BFF， 可是我跟你们说，我买了很多条对链，然后全部送给我的朋友，所以我自己有很多条对链，然后分别跟不同人都有对链，但是也没有人在戴啊，我自己也没有在戴，就是。好，讲白了就是不知道要送什么，所以买了一堆对联。韩寒的礼物是确定我家要去迪士尼之后买那个送你的，就打算买这个，所以是先想好的，是不是？我都大爆买台湾买不到的牌子，而且就是我跟姐姐就是蛮喜欢，就是 Champion。然后我就姑姑有时候就是姑姑每年都会回来，但是现在姑姑生小孩，所以她就不会回来了。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，就是姑姑生小孩，她就不能带小孩回来了，所以她就会有时候会寄东西，就是寄美国东西，但也只寄过一次，因为现在疫情。可是姑姑之前每年都会买很多美国的东西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跟姑姑说我们想要全品，因为在台湾买很贵，然
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全品，全品在美国是那种大卖场，然后没有人要穿的衣服哎。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就还是我们好像后来就没有说要，但是姑姑说那是美国大卖场，就是卖场在卖的那种。好的，勇哥拜拜。我也跟阿贵比较熟，现在是 Q 卡 Q 卡跟阿贵比较熟。穿不下衣服可以带海绵，好了，可以带海绵，这样是滑行，可以跟我的对练对戒。嗨汉汉，我现在比较想要那个，我现在比较喜欢带这种一条。嗨嗨 ，Hello！ 听说你们要一起穿Mina T， 然后一起拍照吗？嗨嗨，要不要穿韩韩 T？ 伟姐对伟姐，就是我喜欢这样子细细一条而已。韩可以，韩韩我可以求你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在 Mini Concert 的时候求婚，我搞不好看得到。姑姑想要买更好的给你。对呀、啊，姑姑都买 Abercrombie 或是还有一个很像燕子的一个图案，还是什么鸟的一个牌子，可以换头天，那我换崩头不行，我要换熊熊的。已经想好，然后 Mina 到现在都还没送，好吧。听起来很花心。汉汉的角色在米粉里是隔壁邻居的，为什么是隔壁邻居啊？贡丸米粉隔壁老汉，为什么是贡丸米粉？贡丸是什么？我在迷你控求婚，你需要我修罗场对吧？对，谁看到就是谁的。可惜我只带宽版的，宽版是这样子的嘛，就是比较粗的。隔壁路过的，为什么？嗨咪。为什么要讲出来？不然呢？哦，嘴里藏贡丸米粉，因为上次有拍照 ，Mina 看到之后就说憨憨是哦隔壁路过的。你们上次有拍过，那这次就穿韩韩 T 拍嘛，推个车，老汉，隔壁老汉，爱瑶。嗨游戏 Hero， 嗨嘉阳，嗨吉吉明九。上次有拍照念过了，韩是吧？是我瘦了吗？其实好像没有。这样呢？我现在觉得我把头发勾在耳后看起来比较瘦。其实我露出这边的脸比较瘦，正面啦，可是侧面就脸很大。但是我这样子，就是我露出这边的脸的话会比较瘦，有吧？感觉脸变尖了吗？这是开心。其实我也有点忘记，哦，有，我上次。我上次量体重的时候，因为就是我没吃晚餐，然后又练舞一个晚上，然后就很瘦，就超瘦。然后我现在没量，不知道我现在几公斤。可是我暑假都会比较轻哎，因为我都只吃一两餐，所以就比较瘦。可是。我要讲什么？
可是现在有外送，就是我会吃外送，然后有时候还会喝饮料，就不知道有没有变瘦。近60回到50的海，我没有到60好不好？你不是刚睡醒，怎么还是在打哈欠？就是，不能再讲到打哈欠，我会想打哈欠。下次要红字了没有？为什么没吃晚餐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没有时间。不管哪个角度，韩寒都是可爱。谢谢。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子，脸看起来比较瘦。对吧？对不？对不？还是你们觉得没有差？最近在思考。好吧，没关系，还好看，谢谢。感觉脸变尖了。汉汉爸爸不是要拿党证？党证是什么？米粉党吗？就是罐罐们都不熟，你们可以罐罐们可以熟一下吗？不然有时候你们要策划什么都不行，对不对？大家熟一下好不好？大家约个聚餐嘛。为什么罐罐们都要不熟呢？赶快熟一下，熟一下，大家认识一下嘛，互相认识一下嘛。没办法熟，人家害羞。大家熟一下啦。平常很忙，什么还好？谢谢朱莉恩的星梦应援棒，有差可是都喜欢，谢谢。等我一下去改头贴，好，这样更美，谢谢。Maple， 大家都不熟，我也很喜欢单耳，我单耳可两耳可以吗？两耳就变得很干练的感觉，有吗？有吗？秃头的感觉，现在有50没有啦，没有，都没喝饮料什么，但体重还是那么重，是吃的比较多吗？怎么那么卡？谢谢。我最近有跟 Mina， 不是 Mina， 对不起，某某。然后我妈妈就说她不喝饮料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的体重怎么来的？就差点被打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不喝饮料的人，就是应该很难胖吧？没有干练的感觉，是觉得脸大的感觉。这样脸大吗？我觉得这样脸看起来比较小哎。这样脸比较小吧？还是因为我今天没有烫刘海，所以脸看起来比较小，是这样吗？被 Mina 打是福利。默默不喝饮料，对，默默不爱喝饮料。星期六看完你要直接回台南，快点约一下，约一下，快约。默默都喝别人的，还青苹果。哎，我的头贴啊，不对，你的头贴很可爱。嗨，丸子狗狗，完蛋了，一直打哈欠。憨憨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最常一起吃饭的就是杯盖，要不然就是乱入蜂窝。为什么罐罐不能有罐罐的聚会呢？也想求罐罐，可是感觉要打进圈子不容易。韩寒的群组有常常聊天吗？快点，大家现在赶快去那个韩寒的群组说嗨，快点说我说的，大家要说嗨，大家都传一个嗨。独来独往不行，我是雪宝贝。星期六看完有事没办法去，
啊，没在群组，我在里面是边缘的，没有睡我推是怎样？看完游戏，还可以用极度自信的说，我怎么那么可爱？大家不小心爱上我不行，这我不行，这太自恋了。不都喝别人的吗？摸摸吗？是没错啦，就是一口一口。可是我也常常一口，有时候练舞完，然后就出来看到桌上很多杯手摇杯，我就说这谁的？这谁的？这谁的？可以喝一口吗？这样，好像也太惊讶。为什么？你们先去说嗨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去说嗨。迷你空格天去哪里玩吗？这次没中咖啡枪。迷你空格天有什么？可以踩点我去过的地方。可以，我不要。看君主放黑图，你们快点去说嗨啦！在喊韩群嗨 K 哦，不要在这边说嗨，在喊韩群。你们要当一个很吵闹的粉丝啊，很活泼的粉丝，快点，快点去说嗨！韩寒的点都踩过了，那真的是还蛮厉害的。那你们可以去那个猫咪咖啡厅，然后推荐我几家猫咪很可爱的猫咪咖啡厅。虽然有猫咪，应该就很可爱。嗨，两边都嗨了吗？就不是活络的粉丝，但你们要活络起来啊！吵闹的粉丝要当二姐，不是你们要当很开心的那种。对，对，不是这个群，是群主啦！快点，快点去说嗨，快点去说嗨！返校什么返校？返校。返校的展览吗？我迷你控隔天再穿韩圣诞，为什么不是迷你控？迷你控的时候穿。作品。不要，你们在喊韩群啦、啊！汉汉有在喊韩群，好老舍哦。汉汉有在喊韩群吗？点都快踩完了，怎么办？那我来个逆踩点。这件衣服穿了很多天，哪有？我是最近太爱这件衣服了，所以只要有洗完，就是通常它就算就是还没有收进来折好，就是它挂在外面，我也会去拿。我在汉汉群，傻眼，逆踩点，好像在汉汉群，是汉汉在汉汉群。就说不能穿两件，可是 mini coat 里面应该蛮冷的吧？就穿两件啊。在群组里面没有喊喊，那个群组里面没有喊，所以就没加。不行，那就要快点加喊喊群啦！快点，快点！我生性害羞，不要在我的贴文下面嗨，在群组嗨啦！你们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？我苦口婆心。大家去认识一下好吗？拜托，认识一下嘛。打算去猫咪很多的猴桶哦，猴桶。嗨，小虾，你现在工作吗？我之前去猴桶的时候，有喂一只三花，很可爱，拿汤匙喂它。嗨了之后都没下文，大家聊天一下。聊一下，我教你们怎么聊天。你们先打嗨，然后打完之后呢，有人回嗨之后，就回说你也喜欢韩寒吗？你先这样子聊聊看，对，先传你也喜欢韩寒吗？十个嗨的成就是什么？有十个嗨了吗？小霞说想叫韩寒，小霞不在韩寒区，我的天，为什么？要不是说了嗨就能收，还是要现实生活有互动。你们要先从群组开始，你们要先从群组开始聊天，他就觉得哦，好像还蛮有趣的，然后就约出来玩好不好？好吧，
样子。对啊，不然你们都还不熟，在这边嗨不行，达成十个嗨的成就，一直脱衣服穿衣服看起来很久，不会好不好？汉汉在韩韩群说韩韩只承认韩韩是国民妹妹，妹妹。汉汉在韩韩群说，应该是说汉汉只承认韩韩是国民妹妹吧。上次 Mina 也逆踩点寿司郎没有啊，我也没加米粉群，我还不是跟米粉很熟。不是这样子的吧？那你们要有一个约出来玩的人，你们熟一下，有没有？罐罐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吗？有吗？继续再说，你们也喜欢韩寒吗？对，阿伟七笑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踢出去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安安几岁住哪？给亏吗？害了之后已读，然后没人回怎么办？真的没人回吗？我刚不是说要回一下，说你也喜欢韩寒吗？然后嘞，要怎么样？打哈欠。要怎么样很会聊天？你也喜欢韩寒吗？你会来 mini concert 吗？这样，然后如果会的话，然后再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这样，跟韩寒群讲废话，其实差不多啦。TP 所有群都退了，为什么？阿贵想说，阿贵说怎么大家都爱嗨一波？你就说大家想变熟，不要说是我说的。叫大家在群组嗨，结果找到阿贵了。有人会了普通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大家不加群组？就是没有那个人。阿贵叫阿贵，我指派阿贵，指派阿贵约大家出来。我指派阿贵，指派阿贵。我也没加米粉群。还不是跟米粉很熟，为什么要退韩寒群？阿贵问号，会不会大家都不会去？嗨，安娜姐姐，这次会来吗？我们这次要继续烈焰之路吗？不会，不要。TP 所有群都退了，边缘人还是当个体户。哎，我念过了。安娜姐姐要上班吗？现在阿贵还说要交给我，真的？阿贵在忙啊？好吧，阿贵没空，阿贵要当我导游。那谁可以那个？谁可以约出大家？快点，大家聚会一下吧。嗨，王子狗狗，嗨，静灵。安娜姐姐网络不好吗？嗨，静灵。靠，恒姐，恒姐是不是很会社交？有吗？罐罐很难约，有点网络不好，没关系。礼拜天跟隐藏海蓝风吃猪排哦，你们要哦，所以是糖罐的聚会吗？安娜姐姐礼拜六会来吗？
有一个根本的原因，只是不好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太晚睡了，我行程已经排好了。哦哦，好吧，那好吧，那只能下次了。听说这里有主播要人打招呼，有走错吗？是没有走错啦，所以有在韩韩群里面，是不是？不能让韩韩知道，为什么 ？Hello, Happy Boy。是跟 Eddie 的约会，原本他并不是 Eddie 在吗？ Eddie 不是说他潜水，怎么喊到他的名字也没有跑出来？谢谢切是企鹅的安全帽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回。啊 ，Eddie 来了耶！好吧 ，Eddie 在忙，不吵 Eddie 了。姐姐今天点拉面的外送，但其实我。没有很喜欢吃辣面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还有一个苹果汁，可是这个苹果汁好甜哦，喝得喉咙痛。快来烫头发，嗨，龙木婷。一直喝那个苹果汁，让我一直卡痰，可是又有点想喝。拉面有送错吗？没有哎，为什么会突然送错？外送送错东西给我，我好生气。之前也有送错过，可是后来好像有处理了。嗨，健健。对方获得花开正当时呢，姐姐在旁边示意我只能点拉面。对，是因为我从其他地方赶回来宵夜。谢谢爸爸的花开正当时，来不及了。怎么变成我在约大家了？三眼怪联盟，嘿，对，三眼怪，今天又是三眼怪。最近越来越喜欢三眼怪了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件衣服，因为它的剪裁很好，就是它很长，可以盖住大腿肉。对，那天在台北过夜，很可爱。三眼怪吗？变成三妹的韩寒说太甜。平常是不会觉得太甜，可是感冒就觉得有一点甜，有点甜。有点甜。期待这礼拜的滴滴。好像会换组，对不对？ Give me five.谢谢愿做你宝贝的玫瑰，嗨嗨 ，Jimmy。每次赶回台南，隔天都要接5:30的早班，不能就是调晚，就是下午上班嘛，不行。这礼拜什么？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说到这礼拜吗？哦，这礼拜生病。是吗？是这个吗？像三眼怪的人是三眼怪客吗？什么？三眼怪客是什么？三眼怪。我们早班厨房就四个，哈？是一次有四个人上班，还是说一次只有？就是四个人，然后就一个人，一次一个人上班。
我今天眉毛画得很不好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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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拍中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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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爱跳舞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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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幸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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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 ，Yeah。脸比较大，把头发烫起来，脸比较大。手机没电了，真的假的？好的，阿哲拜拜。哦，耳机没电，是 AirPods 是不是？不需要梳子，没有梳子。耳机挂听筒。卷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拿来梳头发。全帽，那不是梳子，不是啊，可是没办法。今天大家狂开耶，对啊，长大变漂亮，谢谢。嗨，艾文，不会。嗨，熊熊，每次一到两个，要互相接对方哦。所以烫完还没烫刘海哦，不是，我刚刚想说不需要烫。可是后来想说烫一下，因为姐姐播完我就醒。发卷新用途，上次考好像国中，真的吗？这么久之前？我高中很久，我现在要高二了。额头露起来不行，越来越好看，谢谢。有别针店的来我们店支援，一直问我下一个人几点进。我想烫卷呢、欸，怎么样？我来烫卷好不好？好久没烫卷了。看到了，姐姐直播听到我半睡的讲话声。对啊，因为很想睡觉，就是姐姐要教我点东西，就不能睡觉。对，只能怀念生日会的钟声。哎呀，那个真的很讨厌。喜欢库玛，你好晚才提醒我，好玩，好晚才提醒我。为什么今天烫的好像有点不太好？头。
K 就是黑长直最吸引人，是不是？可以问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不行。好啦，什么问题？烫卷下播可能就恢复。对啊，嘟嘟嘟。柯南为什么不敢换衣服？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冷笑话吗？应该是跟姐姐讲吧。我不是柯南迷，我是……哎，先把它扔掉。我是那个海贼迷。哇，好卷哦！我最近又想剪头发了，留太长了感觉。刚说什么？突然卡了一下。我说为什么你那时候不提醒我一下？不是，为什么你那时候照完才提醒我？好难过，我就留下了那个中分照。会不会发现是新衣？是吧？是新衣。什么意思？剪柏林，柏林太短了。柏林，它就是耳下了耶。可是我每次剪的可能都跟没剪一样。我以为我也喜欢柯南，我是还不错啊，就是蛮喜欢看剧场版的，可是就还好。所以可以跟姐姐分享啊，没看好，好了还行。来听 EYK， 啊，笔电没电了，充电器不在这，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没有笔电的陪伴了，就看我烫头发吧。柏林头太短，头肉肉头更短，肉肉。对啊，肉肉是很短，不要压太久头发断掉。不会啦，我那个温度很低。爸爸在黄金转盘获得月色秋千，好像很厉害，好像很厉害耶。我要提醒你啊，只不过要等我拍完，拍完就一切都太晚了。唉，如果我今年有生日会，我绝对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。但是今年也没有生日会，很可惜耶。唉，没关系啦，我们等明年吧。我们只能等明年了。剪丝圆，丝圆是什么长度？很短还是很长吗？还是中长？谢谢爸爸的守护永恒的爱，谢谢，谢谢爸爸，阿利阿多，那个好好看哦，守护永恒的爱，谢谢，谢谢爸爸，最近大家送我好多可爱的礼物，很开心哎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爸爸的永恒的爱。阿贵有问题要问，问说罐罐能装熟就好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你们要由心底而熟。对啊，不然你们就是很不熟。你们要真的熟啊，这样子我会很开心。嗨嗨花生，肩膀再短一点，太短了吧，我不喜欢这么短耶，你们应该也不喜欢这么短吧。我啦，我不喜欢太短，
我也不是跟每个粉丝都很熟，但是你跟罐罐很熟，不是你跟米粉很熟，可是你没有跟罐罐熟，所以我想要你也跟罐罐熟，可以吧？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吧？为了韩寒跟罐罐熟，发型长短还是要看的，每个人适合的都不一样，也要看跟对方的个性加不加。我觉得你比较适合长发，我也觉得我比较适合长发，可能是我喜欢长发。好，没事，太久没烫头发了。你看你也不可能跟同班同学人人好，但是是没错啦，但就大家都不错，只是没有特别熟，但是你们可以这样啊，是吧？好乱哦，太乱了，有一点乱哦。会吗？就是有一点乱，太久没烫了，讨厌。有些人就是合不来啊，好吧，真的不行的话就没关系。Hi Frozen， 我想要烫头，不是，我想要剪头发，太长了，我想要剪这样子。会太多吗？应该还好，跟韩寒合得来就好，是没错啦。可是，好吧，喜欢迪士尼吗？喜欢啊，很喜欢迪士尼。哎，我现在有两种，就是成熟韩寒 this， 这个是什么韩寒？长直韩寒，黑长直。嗨嗨孙雷，最近加个子萱。爸爸这样真的不行哎，跟米娜和跟韩寒米娜合得来，再加个子萱当然不行。跟韩寒米娜合得来就好了。大家喜欢卷发吗？其实我觉得再短一点的长度卷头发应该比较好看，因为长头发很长的话，卷头发变很姐姐的感觉，懂吗？可是日本的美亚都会这样子啊。杂志都会这样，这样，对吧？对吧？日本的模样，特定角度，喜欢卷发吗？我觉得我喜欢韩寒，喜欢韩寒的全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能紫萱？我也想加紫萱，不是那个萱，是玉不萱。但是对紫萱真的比较像对妹妹的那种。对，我不是也对妹妹的那种吗？想当媒婆，你未来老婆已经被预定，是谁？喜欢哪个角色？什么？什么的角色？海贼王吗？刚刚有点像春濑沙音，我没有那么正啦。哎呦，卷发好看，刚刚在拍杂志很好吧？谢谢。我每次都觉得那个烫头发就好像。拍杂志，就是这样，这样。这里要留一撮，这样。头太秃了，等一下。又是这样，这样。嗯，好像不扎比较好看。这样。好丢脸哦！刚刚那个角度很棒，谢谢。
我跟我同事说去看你们的时候去看我家的妹，就看 Mina 才不是这样说嘛，还很想拍杂志，对，可是好像颜值不够高。以年龄来说，你一直都是我姐，对，我比恒大，但我觉得恒感觉很成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比我还成熟，真的有像。我跟我同事都说我家妹，丽丽、涵涵都是当妹妹看待的，啊。谢谢 Frozen 的荧光棒，沙音也比较瘦。子萱真的可爱，傻眼呢。Mina 都允许我有两个老婆了。迪士尼的或动漫角哦，迪士尼的吗？喜欢史黛拉，还有雪莉梅、小史跟阿雪，还有画家猫。画家猫也很可爱，画家猫是真的可爱，真的可爱。但你黑长直就比较像白子，有吗？可是前辈比较常卷头发吧，印象中是吧？是吗？不太确定。继续烫头发。你看我马上就直掉了，讨厌。嗯，可以。一卷再卷。我最近这里很常开一个缝欸，可能是那个分边的关系。嗯，细软发的喊，对啊。有人也是细软发吗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是细软发的话，剪短头发会，就是，那男生的头发不是会翘起来吗？如果我细软发，然后剪很短的头发，会不会这样子塌下来？会吗？炸毛。有段白天的表演，我经常觉得跟你很像。什么表演呢、啊？所以涵涵也能允许我有偶数老婆吗？我现在只能允许你老婆只有一位，对，不能偶数。但我的头发都要直掉了，好讨厌。想看一下小呆瓜头的汗，细软发比较不容易翘，那剪短头发就不会那么好看了吧？会 QQ 的 ，QQ， 没有啦，上次才被 Mina 报警处理而已，没人想知道被 Mina 报警处理，因为那又是谁老婆呢？不知道啊，你觉得是谁 ？QQ。我现在是有红包了吗？我抢了我自己的红包哎、欸！谢谢大家的玫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绿菜姐。我现在正在弄头发，突然就有红包了。对，大家在抢红包之余，不妨追踪一下主播，然后，对。然后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， 拜托大家了，谢谢。动漫男角色很帅吗？我接触到的动漫男角色很少哎、欸，就是航海王跟柯南，然后我喜欢新一还有海贼王，好像都还好。但是他们打斗的时候很帅，对，就是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很帅。
索隆那个索隆真的，他那个叫什么？三刀流嘛，好像已经不止三刀流，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后面。他在，反正我觉得索隆在那个战斗的时候很帅。赤犬哦，赤犬我不要再串烧店老板赤犬了。哦，好了，串烧甜甜圈，艾斯好了，艾斯可以。下播后传给我好啊。与其说角色帅，不如说串烧香。哎呦，不要再串烧了，要下地狱了。这是地狱梗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没电了？不是，我现在这个电棒卷有一点锈的。我看到哪了？我现在看到庞克哈，庞克哈萨克吗？还是庞克哈萨的？就是凯撒那里，就是我之前问你们这是哪一个角色的那里，我现在看到那里了。我抢我自己的红包，好笑！谢谢谢谢大家的玫瑰，我现在看到庞克哈萨的，然后罗将变成七武海，就觉得有点 shock， 罗已经是七武海了。刚刚有电话，谢谢大家的玫瑰，喜欢可以追踪一下主播，然后追踪一下我的 IG， 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香克斯。公主韩，公主 ，princess， 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是不是日文的公主是鸡？等下说鸡的日文是什么 ？hime 吗？鸡应该是 hime。哦，对啊 ，Hime， Princess， 真的，意外的发现没开过我的粉丝团，真假的？奇怪，还没有开过我的粉丝团，这样不行哎，这样真的不行，快开！必须是桃之柱登错了吧？是什么？不止罗啊，还有红鼻子也是。真假的？但我被爆雷了，这个我很 shock。已经追踪的可以退追，不行。我还记得霞霞好像重新追踪我的 IG， 霞霞按到退追，霞霞退追我。现在各种粉丝团都没有，好吧。亚都伊子 K 大哦，伊梅萨吗？亚都。見つけたお姫様、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。就是那个能变成龙的那个小孩，变成龙的那个小孩是谁啊？还有更 shock 的哦。不要爆雷，不要爆雷，不行，我这个蛮这个炸弹蛮大的。霞霞心情不好，之前在整理追踪名单，真的假的？可是后来又回来追踪，我觉得应该是按到是吧？应该是按到吧。追踪的时候记得按两下，只能按一下。谢谢飞板玫瑰，谢谢一见玫瑰，谢谢大家的玫瑰，谢谢他楼上的再见撒哟，谢谢大家。看在主播发红包，还有主播可能有点好看的份上，追踪一下嘛，谢谢。好厚脸皮哦，我的天！谢谢小林的玫瑰，谢谢。就按一下，追踪过的就不用再按了。谢谢建谷的枫叶，和平果子。
Apple Juice。谢谢小猪追踪。只有一个账户追踪，两个用，两个用全部的。Olega 什么 Male 新 Male 吗 Dekina Liu 账号太多要全追全追全追，现在封锁是怎样？居然记得我有两个，你有来过不是吗？生まれて，哎，对，生まれて是什么？小账只有爸爸孝贤知道的，为什么？虽然我的小账是放我唱歌的东西。啊，你们在说 IG 哦，我在说浪 life 哎。所以你们 IG 竟然有小账吗？嗨 F。それはハンハンに什么買うため俺と一緒に人生什么も Hello 红茶鸡，有小账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是啦，可恩，我只知道何恩有两个账号 IG 啦，但是全部都要追踪一下，还在开会，只能偷讲打招呼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知道开这个时间大家都比较难，比较难跟到，但是没关系。如果要上班的话，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下次。IG 浪也是两个，浪就两个追踪我，谢谢，非常需要追踪。非常需要。爱意是第六，爱意是第六，这不是练口上吗？为什么突然练口上？哦，刚刚讲到 Hime 是不是？烫第二波，好了，我要把剩下的烫完了。刚电棒过热，终于发现了，我刚刚有发现啊，第一句就发现。好啊，我喊练口上，可是我不太会，可以打那个，不要打那个汉字嘛。听广播可以听声音，想象喊喊。我上次广播大家有听到吗 ？mini concert 的时候，回来了，这么快 ，IG 一个追踪了一个没追，啊，为什么不追？啊，我们一定要结婚哦，出镜，还要喊练口上，好啊，大家教我，我背不起来，我看有些 TP 的大家都会背了，可是我背不起来。太难了，但是听到大家喊练口上就会很开心。其实，真的真的，本当に嬉しい，嬉しい。喊台语的练口上我听不懂。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！谢谢虾虾的 love， 虾虾在忙对不对？虾虾，大家最近也都好忙哦，辛苦了。我来，还是大家一直都不止最近很忙，一直都很忙。TP 的场合也没喊过练口上，真假的？
下课中来看一下，可以跟学生介绍一下我，搞不好会有人也喜欢我，有可能吗？搞不好啊，虾虾辛苦了。哦，今天是哦，好卷哦，今天是卷头发的台。没有啦，我刚开始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嗨，林果。林果最近比较常来呢。林果现在在上班吗？有吗？还好卡，谢谢。我的口音很奇怪吗？我不是看它是一个 tempo 吗？一一都哎一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下课传教一下，对呀、啊，罐罐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然后什么时候要お姫様？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あるんだよ。对不对？あるんだよ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好嘞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はかわいいよ。这个文音好飘，为什么？是他不是呆，太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先把泰戈练起来，会泰戈啦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よ。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かわいいよ。为什么我没有强？我也不是强调，为什么没有 tempo 了？感觉没有在 tempo 上面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かわいいだよ。かわいいよ。是吗？打好了，看 IG 有把罗马拼音吗？那我直播就不能讲了。嘿，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かわいいよ。谢谢令狗的玫瑰，谢谢。やっぱり什么かわいいよ？太敢念一次不要。虽然想念给你听，但是有点羞耻。可是不念给我听，我就不知道对不对了。看一下影片就知道怎么喊。不会，我不会喊，大家喊给我听。任性。我烫头发都烫好久，然后每次快烫完的时候就要没有卷了。我刚才。やっぱり九蛋，你是发生什么事？倒戈吗？谢谢红茶鸡的玫瑰。我只是想听大家对我喊冰崩，答对了，快点，大家快点 ，mini concert 喊一下，是有规定哪几首可以喊吗？我目前听过的好像就 Only Today 吧， Only Today 我有听到人家喊我，是喊我吧，应该是吧，反正我有听到大家有喊，就很开心。刚刚应该是
希望我们在打 call 的时候喊憨憨可愛い，对，还是很害羞，好像有知道练口上的意思，应该知道吧，好像知道，会很害羞。反正成员的那个一律都是空格，为什么？想喊可以喊，只是有点二阶是吗？节奏对上就可以啊，普遍是47阶，大家要喊爆啊！反正成员的那个一律都是空格，出坑前是不会喊这个，什么意思？所以出坑才会喊吗？出坑之后才会喊是不是？嗨阿毛，其实我觉得烫头发真的很疗愈，就是我都烫很久，因为头发太直了，太细软发，我是救急细软发，所以没办法，不小心把烫好的梳到后面了，完蛋了，我搞混了。言いたいことが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お姫様。不会喊。安心，这个学一年都学不起来，哪有，可以的啦。虽然在侧边，但还是会喊爆。大家会喊我的名字的吧？会吧？やっぱり憨憨，可愛いよ。自己喊这个很羞耻哎。突然觉得韩寒烫卷也好看多了女人味，谢谢。就比较不一样。我其实蛮喜欢烫卷的。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美亚都会烫卷，这样比较日本，是吧？在 TP 的场不会喊练口唱，为什么？可以喊给韩寒听啊。愉快韩寒推。你教一下宫田卷一下，上次他不会卷头发吗？欸，可是他头发好像一直都有一点自然卷。从韩寒口中听到美亚真的好乖，为什么？都跟同事说，我去看你们，说我看我家美亚。你刚不是说看我家美？卷发好看，谢谢。卷发就是像日本的模样。可是我真的每次都卷好久好久，就哦掉了，好像需要再卷一下，发尾再卷一下，就是美亚的意思，美亚会不会变质哦？好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你们觉得哪一个长度的卷发好看呢？像品涵卷发，我也觉得很好看。等一下会不会是人的关系？因为小迪卷发我也觉得很好看，贝吉卷发更也是好看到爆。可能是人的关系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然后嘞，お姫様、忘记了。
我也会好看，不要担心。他喊着好看，很认真的。对啊，我想说只有两句而已，不能忘记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は可愛いよ。怎么お姫様？愛してる。可以吧？这样子简化的话，应该可以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。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は可愛いよ。お姫様。愛してる。我不知道，我中间太难了。中间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嘿，每次头发刚烫完都好卷。我快烫完了，剩一撮，最后一撮，最后一撮了。是好き哦，好き好き大好き。哎，好き好きやっぱり好き是吗？要知道意思比较好记。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我现在讲泰戈会想到那个愚人的那个泰戈。好き やっぱり好き。我现在两边刘海都长得不一样，我有点尴尬。结束，把它拨开好了，不然好卷，太多了。哦，变一撮了。这边都直掉了。好烦哦！好了，谢谢 Kate 的 kiss 啾啾，等一下他就吃掉了，有点真，谢谢于凯，刚于凯不是说喜欢黑长直，喜欢最喜欢哦，终于遇到的公主是不是？我有真多话想要甲你讲，等哪开始写？现在有没有像日本的梅啊？我被生下来的理由就是为了遇见你是什么？卢卡有什么悲剧？缺台语版的比较好。真的有人讲台语版的吗？没有吧。嫁有句想说的话，果然是最喜欢韩寒了。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。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。有台语版的，真的假的？卷毛看起来比较成熟，这好乱哦，这里这一撮很乱。马上就直了，真的不太行，再烫几撮。每次都这样啊，就是快结束快烫完了，然后又有几撮就是直掉，就要重新再烫一次。所以你们是也有人喊中文版的，真假的？小青有录过台语版，在直播的时候吗？还是在哪里录过？
小晴录过台语版吗？还是粤语版？我是最近已经很少烫卷发，但我之前很常烫卷发，蛮长的啦，有一阵子。哎呀，我这撮怎么会往里面？甄选的时候太久了吧？等一下，这两杯酒完全不一样啊！哦，可以不要这么快直掉吗？我的头发。只能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有一撮好不合群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我不想再 touch 它了。选完不是要喷定型，因为我不喜欢喷定型，因为其实我头发。就怎么样都很容易直，我喷定型液反而会头发比较重，就有一点快直掉。是说好像不是想当我妹妹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没有说过这句话。Hi Karen。大家喜欢有分边的还是没有分边？干嘛？品涵的分边是这种分边，就是刘海短短的，然后这样子分边。哎呦！我今天一直在玩头发，欸，我发现要下播了呢。平常是这种，平常是分边。我额头太高了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断钩，哎，今天会很多人断钩。终于可以留言了，为什么刚不行吗？好的。一年前你们快想我喊布丁，结果后来被你骂。对啊，就不能喊乱喊别人。你稍微分边也好看。你们这样夸我，我真的是会很开心呢。你看子萱就说你也想当妹妹，你不懂我的意思。发质好比较不容易卷上去。是这样吗？也有发质好的自然卷吧，是吧？就是我喜欢，其实我不想要发质这么好，我想要就是头发再硬一点点，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那个直掉了。等一下继续辛苦练习，对啊，大家也要加油。啊，西西，请我等他一下，是不是？发质好的自然卷是蛮少的啦。我就木头，你要说清楚讲明白，我才会懂。哦，太冷皮卷。
可是你还是有很多很多老婆跟妹妹。吃醋，刚进来都有困难，所以是让这边的问题是不是？所以不是大家的网络问题，所以安娜姐姐也是因为网络不好吗？这是谁？是我啊 ，It's me。是今天的第一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。爸爸你的头贴很可爱哟、哦。第二名是阿 k i 谢谢阿 k i 谢谢。第三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四名是何恩，谢谢何恩，谢谢。第五名是妞妞，谢谢妞妞，谢谢。第六名是七二四球，谢谢七二四球，谢谢。第七名是霞霞，谢谢霞霞，谢谢。第八名是于凯，谢谢于凯，谢谢。第九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。第十名是本丸梅子，谢谢本丸梅子。第十一名是朱莉恩，谢谢朱莉恩，谢谢。第十二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第十三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泰罗，谢谢泰罗。阿里嘎多。第十五名是 Frozen， 谢谢 Frozen， 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差不多还要继续睡，很好笑。你还在睡吗？对啊，谢谢很多补天卡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。我也好想睡觉。嗯，好的，大家就 goodbye， goodbye， goodbye bye， 卷发喊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才刚睡醒，对，期待周六，对啊，记得。戴粉红色，记得戴两镜光吧，一只粉红色，一只紫色荧光吧。OK， 记得带韩寒的扇子，韩寒的应援物。那我们就周六见喽，大家拜拜 ，Goodbye。